配合创刊95周年，星洲日报特别推出了特备项目经典名号之腾飞兴起。在当晚的盛典中，星洲日报一共表彰了26位来自各行业的杰出企业代表，他们在过去5年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，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，为马来西亚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。我们最有意义的成就就是我们在今年里面，就是我们在医院，我们的医院达成3个国际上的一个认证啊，一个是 JCI， 就是一个美国认证的一个医疗最高的荣誉的认证。另外一个的话是 ACHS， 是澳洲方面来自澳洲方面的认证。当然另外一个是由我们马来西亚卫生部认可 MSQS 的认证。我们是唯一一家医院达成这3大认证的医院。未来5年，我们的公司尤其是我们的酱油那个仙女牌酱油，还是会朝着不断的去开发我们的产品线，去研发一些特别的味道，或者迎合消费者趋势的一些味道，去发展我们的品牌，巩固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个份额。我们在明年年初我们去寻求上市，那在上市之后呢，我们筹资，我们为顾客争取无限的健康，也为股东人争取利益最大化。